还有印象吗？1996年，还蛮久的。那时候你们生出来了没有？还没。好，哎，你们听到音，可以左右摇摆、摇晃、打拍子都没关系。你们现在不是看电视好不好？动一下，有一点点反应了。还是你们现在跟人家看 3D 立体的？好，然后带一首歌。我小时候担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，听过了，好了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唱一些老歌哦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带给大家一些比较熟悉的，啊，也比较应景的。今天是花博的会场，带一首很有趣的，我自己改编的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，来自邓丽君的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。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